位置咧喺东区柴湾东港城商场啊。呢、這个商场咧同坑口嗰个东港城撞名啊。咁佢得意地方咧就系佢咧有室内、室外嘅位置啦，而下低嗰层咧，最下低嗰层咧系另外一个商场嚟嘅，叫高威商场啊，高威广场啊。咁呢一度应该都系高威阁嘅商场一部分啦，上面已经系高威阁啦，应该两个出入口嘅，另外一边系喺由筲箕湾去柴湾中间嗰条大斜路嗰度嘅。咁好啦，咁望一望出边有咩铺头先，有间小厨。呢、这个英文咧叫 Eastern Plaza， 照租冇啦，前面冇铺头啦。呢间嘢可以叫生意喎、哦，水煮鱼、水煮牛啊！有两部汽水机，再上会去边呢？葫芦园。呢边是惠康，其余是吉铺嚟噶啦。咁应该冇嘢睇啦，咁落翻去啦。地产咁又喺卖衫、中医，咁承接住上一条片啦。咁呢一条片咧，其实都系网友要求嚟嘅，夹公仔。水电工程、自提点、有出入口喎，去边嘅呢？哦，就呢一度 ，OK， 上面就是明星桌球。唔知系咪唔记得报时呢？可能系啊。今日咧，2024年3月7号，行咗呢边先。时间1:40。卖衫卖花，
雜寫。都几多少补合社啊？管业处呢边先，吉铺呢啲呢边咧明显比较吉啊！呢段路刚才行过一次噶啦。卖健康产品护肤品，啊呢间嘢几好生意喎！士多牙医诊所，全世界都有嘅地产。有间卖玩具、文具，仲有一条巷仔未行，行晒啦。跟住呢一度 salon， 刚才而家食肆啦。冇啦，影晒啦。长兴居好似好食咁喎，感觉咁好生意，有啲料到啊！好啦，咁啊呢个咧就系东港城商场。咁我哋咧下段片再见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